觉得整体发挥的就是还不错吧，就是中规中矩，就是把自己的能量水平全都发挥出来了。三个想的都是一定要把这最后的冠军拿下来，而且我们三个都是在拼的，就是都是在为这个团队做贡献，而且最后我们就是真的拿下来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贡献，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性格啊，或者没有文龙啊，或者没有我们这个冠军是拿下来的，这个是对我们团队最好的一个证明。我觉得就是中国短道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，任子威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。